经常陪伴，多亲切。或许以前吼，迄阵啊，若是初一十五，我拢会去摄伊单位伫遐练着，啊，我暗时啊去伫遐待十一点，要献晚宵，要献晚宵。啊，因为十一点很远哦，十一点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人大人吼，伊先啊讲吼，我今仔日差不多三点多的人要来。所以讲，我迄阵啊是铺铺地啊呐，大家困的时阵是困伫涂骹，因为太侪人咧，无门子通困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拢提用草席啊铺伫涂骹，啊，就足侪人兄弟姐妹很多人，拢会去遐献晚香、献阿娘。啊，咱这个七里大会这个三嫂妈祖婆娘，伊啊呐，伊呐。我若要去的时阵，寒人伊就安那，伊就煮一大鼎的煲汤。煲汤哦，啊，予阮去吼，啊，咱寒人的时阵食个烧烧，啊，佫会甲阮顾，会甲阮顾阮肚，啊，佫会甲阮身体甲阮顾很爽。啊，若热人的时阵呢，伊会煮一大鼎的三的八宝粥，八宝粥来伫遐啊，说的是。啊，讲媳妇言之教，无讲，啊，就是伊的心意，真的值得我们修办到咱兄弟姊妹大家来学习。那我底下困一暝，因为八点要上班，我拢七点就爱在食饭啊，七点爱食饭啊。啊，我大家知影来起来的时阵，两点多、三点多，我唔知影吼，三嫂是几点，家己一个人。起来，把我的早点拢准备好啊！讲到这里，候选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，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人伊个吼收蛮多，伊毋是干那用嘴讲的，伊是用伊个心意做出来的，伊用心意做出来。那么各位亲贤，我们今天同样来到老母的身旁。咱今仔日有遮尔啊荣幸，哦，来听着伊讲道理，互咱听。我们今天用我们好大众请起立。